今年的生意不好干呢，看看这羊，看看今年这后半年压的羊，这基本上都是后面这几个月存留的，一个圈。都是20多只，这也是存留的。基本上这几个月，基本上没怎么往外卖，唉，都放到羊圈里面了，都放到羊圈里面了。这个东西，平常少的时候感觉不到，一多就能感觉到了。况且这几个月又要收草，需要投入钱。这个羊越来越大，吃这个玉米、豆粕这种饲料，也需要投入钱，钱是越投越多。羊也是越积压越多，而且这帮，尤其是育肥的，越长越大，那个精料是越吃越多，钱就是投的也越多，连续好几个月不怎么见大的收入，这样耗下去一年也不得了，一年也不得了。今年的生意是真的不好干，真的不好干，处处都得小心谨慎。不过不好干也得干，再熬几个月，基本上就要过年。熬过去，这些大的一出手，还能缓一段，还能缓一段。大的一出手还能缓一段，倒挺欢实。你看这，哎呀，我去，它还撒欢呢，叶黑，都是张嘴吃饭的。生意不好看，慢慢来，熬过冬天，来年还是春天。看这小羊羔，哇，这只羊长得特别特别快，